我们俩呢准备退房了，刚才呢给了房东230万啊，230万里亚尔相当于人民币115块钱，好便宜。住了两天，我们两个吃了他一顿中午饭，然后用了他家的厨房一下，这个茅草屋子，恋恋不舍呀。我们两个呢现在又继续出发了。这不得不想起一首歌啊，走四方啊，走四方，我路迢迢水长长，一笔茫茫一村又一庄。现在呢还有40分钟才开船呢，我们两个到海边来，我先吃个冰激凌。哇，这个好好棒，2块钱，人民币2块钱。嗯，伊朗的冰激凌是又好吃又便宜。现在呢，朝着港口走了。这里的水真的很清啊。这个岛挺好的。就要去迪拜了，就到了迪拜，我肯定给你把。迪拜，迪拜，迪拜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我们要去迪拜。Okay, Bandarabas. Yeah, Bandarabas. Passport no. Passport no? Okay. 现在就是把票给他，检一下票。这边买票是需要护照的啊。我要登船了，登船了。最有意思的就是咱俩的票还买错了。我们告诉他是今天走，但是那个人给我们打票的时候是明天。刚跟他沟通了一下，他也让我们俩登船了，毕竟也坐不满嘛，何必要较真啊，是不是？换个票多麻烦呀。今天这个船就变得小船了。这安的哪的空调？这空调的牌子在我们国家瑟瑟发抖。他们告诉我这艘船是中国的，然后呢我就到处找，我说哪像中国的呀，结果一看江龙船舶，这应该是我们江苏的，应该是我们江苏某个企业生产的船，真的是很有意思啊。上船了，上船了，中国人坐中国船。这是柴油的哦。 OK 走了走了，进来了。消防箱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再见喽，霍尔木兹。朝着那边走呢，就是 Bandarabas。这边的海水真的好清呢、啊，好干净啊，真的。走了走了，下船了。哇、哦，这个小孩背这么大个包，这是去做暑假作业了吗？这是他的暑假哦，寒假作业。就是这个码头啊，这个 PMO 这个标志的码头可以到霍尔木兹，然后那边有个国际的码头才能到阿联酋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。我当时就走错了，我们现在到那边去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点东西，上会儿网耗时间。最重要的是我们俩得买点水果，买点吃的带到阿联酋去，因为阿联酋我实在是吃不起啊。我跟小张哥呢现在找了个地方喝咖啡，环境还不错啊，这个商场像模像样的在伊朗。这杯咖啡具体多少钱呢咱也没问，应该不会贵的，也就是10几块钱吧，10块钱最多了，我觉得啊。打算在这儿办一会儿工。哇，好苦啊，没放糖啊。这边呢1点多钟啊，他们就开始陆续下班了。这个小哥非常好，硬是等我们啊，真的谢谢 ,thank you。这小哥在等我们把电充好，然后他才下班。走这里，走这里。那边都关门了。伊朗人呢，中午也会休息，他们也会把商场还有店铺全部关了，等到下午快晚上了才会。Salam。
然后才会开店。这伊朗人哈，中午关店，哎呀，我的肚子咕咕叫了，你能不能把饭店开开呀？他真的是，我们两个还没有买东西呢，要买点在游轮上吃的吧。这一天一晚上的，我感觉那边有烧烤。哎，闻到味儿了，就去那儿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鞋底，我呢终于找到了一家开门的饭店。现在呢，我正在学习如何烤爸爸，这就是伊朗的著名美食。伊朗的烧烤呢，要讲究的是外边一定要烤黑，把这个鸡肉一定要烤得又干又柴，最好是再增加点碳，因为碳元素的话吃起来比较香，知道吧？如果烤不黑的话，我们是毕不了业的。你看像这烤的就比较好的，这马上也开始陆续变黑。我们伊朗烧烤的精髓部分呢，就是把一个嫩得出水的西红柿要烤得黑黢黢才行。拿这个饼子呢卷着这个肉，再加上青椒，就这样吃掉了。今天他这个肉烤的不是很黑，我还是比较接受的。再包上一半这个洋葱，我好饿啊！你也快吃，快吃快吃。我们现在吃这个这样，我俩觉得我们俩到这个阿联酋啊，不一定吃得起阿联酋的水果呀。在这边买点伊朗便宜橙子，如果说有可能，我真的是想揣上一些蔬菜，然后再带上三五公斤牛肉，搞点橙子行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现在搭了个车，你先把东西放进去。20万块钱到码头，好吧。这边呢，你直接进，给他看地图。近一点的你就喊个20万，远一点的30万，就差不多了，因为他们这油价便宜，知道吧？像这样子的6-7公里路吧，大概就是20万，20万相当于人民币10块钱。再见了，Band Abbas。我们呢，现在已经到了候船大厅了。来的比较早，3点就到了。听说这个阿联酋这个石榴非常贵，估计这一个在阿联酋得卖100吧。我估计啊，如果真100，我就把它全部卖出去。我这些石榴大概花了人民币40多块钱，非常棒哦。再加上这些橙子，下了船我就把它卖出去，从此旅费就有了。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登船牌。它只有名字没有姓，只有姓没有名字，只有名字没有姓。他给我打错了，但是没问题。6点钟登船。OK。现在呢，准备排队出关了。船票，上船喽。我刚才啊抹了点我的清凉油，这个是放在这儿的，因为我这边被蚊子吗还是被什么虫给咬了一个包，我、哦、好痒啊，抹点清凉油舒服多了。我出国旅行呢，像这么久的所有东西我都带了，各种药品，这只是什么包扎消毒，然后消炎药，就是这种跌打损伤的一些纱布止血，这个是我的发烧，
发烧药，反正都有。然后我还有一大包药，我是不觉得他们占地方的，真的挺好的。然后指甲刀都放在这儿的，还有别针儿，你看别针儿，夹子，什么都有。然后消毒的碘酒，看消毒的碘酒，反正都不落下。这是我一张这个内存卡备用的，都放在这儿，一合上。现在呢，男的开始检票了，就是半个多小时之前吧，女的都已经上船了，就把我们在这儿耗着。我们小张哥还很辛苦的在这儿做视频呢。请问你这么勤劳，粉丝何时过百万？百万，快你过亿的时候就过百万。过亿。哎呀，要上船了，我们不着急，我才不想在那儿站着。你看这些大哥一个比一个淡定，我们也不能太着急。我呢，熬到了最后，大家都走了，我再过来。我就不相信还有比我更懒的。我们现在呢，坐上摆渡巴士了，然后去船那边。哇，这港口都是新车啊，全是现代，好多现代啊。登船了，登船了，哇，好大一艘船呀！但是他不让我们乱跑，只能走这一条路。这个谁也不知道啥意思啊，我还想跟船合个影呢。哇，还是铺的地毯。这底下是装车的，按理说啊，他不让我们乱走，只让我们走这条路，然后跟着走。哦，这怎么还有像铁轨一样的？哦，大家都在这坐电梯，好有意思啊！好了好了。头上顶块布的都上去了，现在就是我们这几个穷屌，死，再上。我们现在呢在排队登记，顺便呢学习一下英语。我跟我们小张哥好好的研究了一下，没事干背背单词，不然的话这种散装英语真的是，我现在努力真的要学英语，真的我这个散装英语。这里吗？Where are you? 这是真的假的？我们两个根本看不懂他那上面写的字儿，也压根儿不知道是不是住哪儿。哦，等人家开是吧？我觉得这个房间应该不错。谢谢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可以啊，你是个人才。哇，这么棒，这比我想象中的好多了。这伊朗人非常靠谱啊。The restaurant opening 9 o'clock for dinner, and you can go to the 7 end of hall left. 9 o'clock. Coffee shop. Oh, okay. The fee? No, there no fee. No fee. No fee. There. Okay. 他是几点钟那个晚餐结束？九点钟。9 o'clock start. 九点钟晚餐结束，过会去吃个晚餐。挺好的呀，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多了。对，这简直就是豪宅。我的妈耶，我爱死伊朗了。我发现哦，这个伊朗人真的做事非常的靠谱啊。这个是四人间，其实上下铺，看见没有？这有个那个拉杆样的。结果呢，他给我们两个人住，哇，太棒了，240块钱。还跑这么远呢，还知道吧？太爽了。这边是 B，Jack B， 然后这边是 A， 这边是也是两人间。这是个衣柜，挺好的。厕所在这儿是吧？哎呀，还很聪明啊！真的吗？嗯。哇、
这里居然还能洗澡冲凉，哈哈哈哈，哎，不错不错，相当的不错，感觉好极了，用我们四川话是拉斯白斯，那可以可以可以，摇得摇得，我们去吃饭吗？九点才开始。它是开始吗还是结束啊？九点开始，然后大概10点11点的时候才结束。哦，我刚听的是反正就是什么要吃晚饭是9点钟什么什么，他说太快，我以为是9点钟结束呢。好，等会儿吃个晚饭。我呢现在到了甲板上了，好棒啊，因为甲板这边呢是有信号的，别的地方都没有信号。这就是我们的这艘船了，还不开啊，挺好的，这艘船服务态度感觉很棒，里边什么都有，走进去溜达一圈啊。这边呢是喝咖啡的地方，这边这艘船哇好棒啊，价格还便宜，这还有个大哥在那睡觉了，没什么人啊，其实真的就没什么人啊，他们挣什么钱啊，这个票价卖的这么便宜，几乎就没几个人坐，呵呵，搞不懂了搞不懂了，哇，这个伊朗人真的是好奢侈啊。这里呢就是游轮的餐厅了，我跟小张哥打算在这儿吃个饭，挺好的，点菜在那边，然后咖啡在那边。啊，117万，他没有钱，100万，对啊，他就收100万。100万好啊。是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太随意了。无所谓的，人家看看你长得帅嘛，少收17万，怎么了？我们两个今天晚上吃两个鸡腿，两份米饭，再加上，对，还有一个这个什么牛肉一样的这个东西。就这个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太爽了！我还以为在这儿多贵呢，我心想都吃不起饭了，是吧？没想到伊朗人还是蛮实在的，117万，然后小张哥给他给了150万，他没钱找，他就说100万算了。嗯，50块钱。我主要是好像吃这里的牛肉，这么大块牛肉，嗯，太棒了。看好视频的朋友呢，希望你们点个关注，鞋底一个人骑车从北京出发到法国巴黎，我把自行车放在了伊朗的色拉子，我现在呢是从阿巴斯港坐船到迪拜，打算在迪拜过新年，过了新年以后呢我再坐船回到伊朗，继续从色拉子出发朝前走，就这样的，希望你们能喜欢我的骑行纪录片骑车去巴黎，点个关注，拜拜。